拍一个。加油。看哪个哪个哪劲儿啊？这可以吗？我也想换一个。这个骚去吧。早知道鸡巴跟我哥那来一个，本来我有一个，昨天他妈刮风大，一下就。对啊，我们那个嘛，我们。你们要买偏光。这里怕是不是那种偏光镜儿啊？这个上眼吗？这都不行是吧？买一个正宗的偏光眼镜比较好。我觉得能带我家里面那个就挺好的，我上次在那个那边买的，但是没有带出来。10块钱的你还想挑啥吗？海南我买东西都是一次性的，对，对对对，没有带，在表哥的车上。在表哥的车上没有一次性，留给了表哥。哎，这个好卡哇伊啊！超人啊！我戴眼镜就是方便中午出太阳的时候好看弹幕，好看弹幕，知道吧？不看弹幕的话，那个手机有点反光。看买一个吧，我看看哪个比较好。这个吴彦祖必须得。我操，这个好大，这个要掉，这个太大了。这不行，这个太大了。这个适合小杰戴。哎呀，选一个。我看看帽子有没有。哎，这儿帽子也有啊。帽子也有，帽子一般买哪种的比较好？白色的肯定是不行，这白色的是因为戴两天就黑了。帅气，黑色，这个芝芝感觉又有点短，买个套头，戴个帽子的话会。哎，这个又开了吧？这个是咋了？这个？这个可以。但是它这个枝枝要是再长一点就好了。哎，这个又开了吧？这个？再长一点就更好了。这个火花又……我操，这好大呀！这个是。大号的吗？哎，这个又开的吧。其实真正遮阳的话，这种遮阳好。那我怎么知道它拉力怎么样啊？那怎么知道它拉力呢？拉力怎么？拉力有的不一样。买一个吧，10块钱，样样10块钱。都是一样的。你问问有没有偏光镜儿。哎，美女，你们这儿有偏光镜吗？嗯，偏光镜，偏光眼镜，偏防蓝光的呗。防蓝光啊，差不多吧。我去找，找一下。是防蓝光的吗 ，BB 哥？是哪种啊？基本上是那种防蓝光的。透明镜就是防蓝光的，我是防太阳的。是墨镜。墨镜。这种偏光都不认识。这个比不能便宜，都是10块啊！哦，就是这种黑镜都行是吧？这个没有上标的，对，这个黑墨镜都是防太阳。好好好，懂了懂了懂了。我要放太阳的。
反光必须用偏光才能挡掉，反光必须要偏光才能挡掉，偏光的白色的，白色的能挡掉吗？我感觉有点老虎啊。那白色的我看一下，算了，宁愿不买，看看下一家。不买吗？那我买顶帽子吧，我再看看还有没有需要的，看看还有没得需要的。随便买个放太阳也行啊，感觉这里面样样十块。好吧，轩，这个可以吗？样样十块，红色旁边那种帽子，我看看我这里还有没有我需要的。洗漱包包，随便买的会让屏幕更黑，你看弹幕更看不清楚。我带着，我反正现在晚上倒是看得挺清楚的，不知道白天看不看得清楚。哎，因为白天如果说出太阳的话，这个眼镜看那个眼睛看弹幕的话，就会有点多多少少有点看不清楚。这个是干啥的，兄弟们？偏光就呢，应该没啥问题。那个就是刚才那个黑色的眼镜，阳光镜，全部都是十块，十元店，啊，样样十块。按摩的，多功能压滚压按摩器，我果然是。这是到浦州的目的地的，对，哦，晋州，航兄，我们在晋州啊，我现在在晋州的市中心，啊，市中心逛街，好像别的我都不怎么用得上啊，按摩胯下去试试。哪个店里的妹妹不少啊，有两个啊，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吧，BB哥，我操，然后上下推，哦，果然是这样啊，哦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，是不是感觉并没啥卵用，感觉并没有啥卵用啊！啊，你要说一点用没有，还是多多少少会有点那种，再往上拖不上来嘞。哎呀，就只能拖到这儿了。为什么拖不住了？拖不住我这儿揣着有东西，啊，而且我又是一只手。哎，还是有感觉。啊，还是有感觉的。我已经回酒店了，今晚决定早睡。好的，航兄，早点休息啊。还是在那个酒店吗？你们还是在那个酒店吗？你是不是转九十度就能上来了？转九十度试试。啊，软的，弟弟哥。啊，浪费钱啊！好的，航兄早点睡，你昨天晚上估计也没睡好啊。我再去挑个墨镜儿。
红色帽子旁边的帽子不错，红色。你不会说的是这个还是这个？这个还是这个？明天可以带小吉来看看。我总共没睡几个小时，和你差不多。好的，好的，好兄弟，早点休息。啊，我逛一下，我也差不多回去了。这个不太好，这个不是这个小姐姐的帽子。我觉得就这个黑色的，或者是红色的也行。黑色的吸热的话就红色。哎呀我操，好热呀！就红色的有点不紧张，我想买那种紧张一点的，就是带得起架架的都看不出来。房间门是开的，回来直接。你要不要帽子，小姐？你要帽子的话，我就给你戴一个。得锁门，男孩子在外面得保护好自己，问题不大。啊，小姐想告诉那个小哥哥说的是，来呀，我们已经打开了，躺着等你来。啊，一会儿小哥骗，就买个黑色的吧。黑色吸热，关键是别的颜色也他妈不好看。但是黑色它虽然说吸热，但是它也经脏啊，对吧？脏了也看不出来。这黑色的不好一点吧？看。再配个墨镜，红色的不好看，喝茶哥，我刚刚试了，红色的不好看，我再戴点哈，你把上面全是汗臭味。哎，这红色的滋滋感觉要长一点啊，对。红色的好看还是黑色的好看？上网买个带太阳能风扇的，哦，那个对，我知道，那种有带风扇的，吹前面，吹额头的那个。这个帽子有点厚，这个红色的，绿色的没有绿色的。红配黄，白色的肯定是直接忽略掉啊，白色的直接忽略掉。我选来选去，我还是觉得黑色的适合。橘色，这橘色的感觉是小妹妹戴的，我操，她个纹了，里面还是白色的，戴两天就黑了，比比哥。戴两天就黑了。最后一点就是上面的，就是这里的帽子，我选来选去还是黑色比较适合我。你说这个吗？我操，我戴都戴不下去。哈皮跟哈皮一样，张辉看不见。来，你们是让我每顶帽子都试一下，每顶帽子都带上我的味道，是不是？算了，就来黑色的吧，选来选去还是黑色的好。待会儿老板要对我有意见的。来，你们帅哥，你这儿选了半天的，啊，好，再选个面镜。选个适合我的面镜儿，老板才不管你。
当当，绿的连试都不敢试，没有绿的，那个是草，那个是淡绿，淡绿的。买错不如不买。别选太深了、啊、如果说不选太深的话，我看看，哎呀，这种不行。再搞把来福做大做强，再上辉煌，浅灰色，浅灰，你不会说的是这个吧？哎，这个，这种呗。那个刚才那个不行，弟弟哥，刚才那个为什么我说不行？待会儿我跟你说啊。还不如这个。这个为什么不行？它那个框架就不行。我说我为什么太重了呢？这两个是一板，看到没？这个结构太多了，看到没？它这个收起来就很小，卷来卷去的。这种造型的我就直接 pass 了、啊、这个几节豆的最容易烂了，看没？好土啊，是有点10块钱的你还要多潮流的。这幅上面那幅这个吗？它这一排都是这种造型的，我就直接这个我就 pass 了。它会折，它跟那个一样的结构是一样的，跟下面的。这个还行。哎，这个好。折叠衣不好，这个看他不看得清楚。但是晚上看得清楚，不知道白天看得清楚不？感觉这个好，帅呆了，酷毙了！哎，真的这个好，这个看弹幕看得非常清楚。哎，刚刚好，最起码他看弹幕看得清楚，赞你，就这个，就要这个眼镜 ，OK。舒服。哇，这帽子戴起好热、啊。可以，眼镜就要这个了。阿伟，你看上哪一家银行的？换个渔夫帽的那种，看一下。你说的这个吗 ，BB 哥？这个渔夫吗？等一下啊！那这个也得不得要这个颜色呀？这个颜色多多少少，兄弟们，这个颜色多多少少，说实话，兄弟们，那喜欢绿这个帽子的感觉怪怪的，这颜色。这颜色感觉怪怪的呀，而且这个也遮不住太阳啊，颜色极好。不是，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，遮不住太阳。 BB 哥，我买帽子的目的就是要遮太阳，你这个连太阳都遮不住，算了，不合适。BB哥，有吹头。
那还不这个也不行。我操，小嘞，小嘞，这个妹儿，这是，这应该是女士的。长拽酷炫屌炸天，遮得住你个啥？你脸多长还遮不住？不合适，不合适，啊，不合适 ，B B 哥，那个颜色不合适，啊，颜色不合适 ，B B 哥。这个颜色你带出去，人家都说你是个二百五，哈皮。嚯、哦，少爷这眼镜帅哦，一K 拿下的，幺七七哥一K 这眼镜。哎，还挺白的哦，这个也白。渔夫帽颜色多，不是，我觉得这种帽子它没有这种，就是它能这个它虽然说能遮住额头，但是它遮不住脸。知道吧，他遮不住脸。其实正常的来说的话，应该是戴这种帽子是最好的，知道吧，遮得更宽。这帽子颜色才个性吗？就买这个，真的感觉不合适啊，兄弟们。而且这个真的不合适，为什么？骑车跑太快了，他这个连那个都没有，吹都吹落了，要吹掉，真的不合适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差点把这个环节给忘了。啊，这个但凡下坡下陡坡，直接就吹落了，连绑链都没得。要不得，你能骑多快？那大家呢一致意见都是这个吗？掉了不怪我，意思说你要帮我买单吗 ，B B 哥？真的合适吗？不是，我嫁过，对我来。在这儿等着我众筹，不是真的合适吗，兄弟们？我操，人家都笑麻了，兄弟们。哎，感谢喝茶哥的飞机，拿下。哎，喝茶哥，你先说好，这个不是就买它。好的，这个是买帽子，这个不减基金啊，先说清楚啊。这个是买帽子不减基金的啊。好，拿下。OK。有点色魔叔叔的模样，哎，你们飞机真的什么不选就选个绿色，走买单。其他的我也用不上了，哎，这些金链子其实也用得上，买当道具用的话就是小了一点，不会怎么样，它会掉，它不是脸啊。这些大金链子如果说那种这么粗的啊，拿来买来当个道具还是可以的。但是没有粗的。感谢喝茶哥，再次感谢喝茶哥的飞机。你告诉我们地址，我们买。告诉你啥地址？如果说你要在网上买的话，那就是寄到那个泰山。好的，想想那个泰山。寄到泰山。我说那个泰山就是个桌游。他说啊，不能整到呀，我不能整到。未来3至3天的地，那就是泰山。后来刚刚正好，夸我，夸你真。能不能再给你点？多少钱？我想您20。好，马上啊。要袋子吗？给一个吧。行。你们先去泰山，对，先去泰山，再去淄博。先去泰山，再去淄博。20，它这里面好像都是10块钱，是吧？对。每样都是10块。那走。好的。全场10块，
没人了。问问有没有大金链子？你们这边有那种道具金链子吗？大的那种，这么粗的那种，没有吗？啊，好，谢谢。一般没有，有的话他肯定展示的。右边妹妹好看，或者你妹妹都好看，四个妹妹都好看。我觉得左右两边都还行。少爷3000块自己装扮吗？什么3000块自己装扮？奖金。阿伟去淄博要几天？哎，欢迎小飞哥哥。去淄博的话，差不多我想想，一个星期吧，小飞哥哥，一个星期。啊，咋啦？你要来淄博找我吗？什么意思？那个阿木西哥自己装扮，那3000是我一个月下这一个月的经费啊。弹幕好容易掉，他没看到这条，没看到，我刚刚复制了，我才看到了。一星期估计要多。感谢小飞哥哥开通的钻粉儿，比心，么么哒，嗯，感谢小飞哥哥。这个20是报销的，报销的，人家那个买让我买帽子报销的，这个不算的，啊，这不算，感谢小飞哥哥。啊，这个是喝茶哥开盘买的帽子，不算到那个基金头的，啊，不算基金。不算基金的，钻粉扣多少？钻粉的话，相当于20嘛，对吧？20块，钻粉至少我可以加20来，对吧？万一小哎，小飞哥哥，我们现在是基金制，就是说你开通了一个钻粉。哥们儿，站会儿啊！啊，站会儿，进光啊！没听懂。干啥的啊？我直播啊。我看看来。就是基金制啊，可以、啊、可以加可以减，你要给我加还是给我减？我操，这么多人，多少人啊？这是？这个看不到人数，他这个只能看到点赞。38.1万啊！对，这么厉害、啊？还好。行，可以。你们在这逛吗？来逛了。啊、哦，行。炸死金花了，哥们儿。啊、不炸金花，帅哥，我不赌博。炸粉金花，兄弟们，我操我那个 DJ， 我也在，必须减。哎呀，我还指望着我这儿排了那么久的蜜雪冰城，我这儿指望着让你们给我那个啥的，结果还给我减20，我的妈呀！好，减，减二十，减20的话就是负29。负29。转粉减二十。炸金花怕是你们炸不过我 PV 上头，算了个，谁给他两个炸金花呀？飞机师傅转粉20，你好意思？按比例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呀。不，这会儿不是展示格局的时候 ，BB 哥，这会儿不是展示格局的时候，知道吧？你们这样玩下去，我都迟早的死，迟早的烂尾。啊，蜜雪冰城报个坐标，我给你点，不能点，小飞哥哥，就是我的基金是负的，啥都吃不成，要基金挣了才能吃，啊，而且。基金负的每天一个人只能点一样吃的啊，只能点一样吃的。
不行，十二点也不行。十二点以后可以啊，十二点以后谁说不行的 ？BB 哥，十二点以后就是每天基金是负的，可以接受一次。感谢俺墨西哥又续费的钻粉，感谢俺墨西哥。右姐，好的，要的。我这出来啥都没干，我这你们给我减到四十九了，啊，现在负四十九。好，负四十九，负四十九。不对呀，我今天我发现我这个没整对。因为我今天的基金加减，我应该基金是这个样子才对。我现在阿莫西哥，我的基金是错的，我应该是还有2900的梗数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今天的基金是正负。如果说我明天负四十九，我就拿我明天的100元减四十九才对。这减就减了两边都在减，那不对的。所以说我基金现在应该是2900。明天的100减49，相当于还有50块钱，还51块钱，这样子才这样子算就对了。什么285？我本来今天应该，我今天就是总的来说的话，我这边正负，就是看今天的正负就可以了。啊，这样也行，这样也行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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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明天还是有谁的，这样也行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的。感谢177哥的这个温情飞机，我操，那个177哥加吧，177哥加13吧，把177哥加13块吧，加13块，我操，又减。哎呀，明天没得饭吃了，你们这样再减。每天有100块，每天有100，就是一个飞机减15，一个飞机减15，一个办卡加1块。等一下，我现在负59，等一下，我现在负59块啊！等一下，59，我的妈呀，我的乖乖，明天就用100减负的，啊，明天就用100减负的就对了。飞机是减15，哦，对对对对，妈，飞机减15，我操，我那个 DJ 整错了。这个负多少？负64吗？49加15，64，对，负64。我操，这明天还没有开始，你们就基金就没了。明天去要饭，不，明天就是说可以。如果说我基金一直是负的情况下，大哥可以就是随便一个水友就可以请我吃一顿，一天只能吃一顿。基金是负的，你可以请我吃一道特色美食，比如说这个特色美食是馒头或者是什么都可以，啊，但是一天只有这么一顿一次机会。啊，刘总买个计算器，买计算器干什么？这点都算，这点账都算不来是吧？这点账都算不来吗，兄弟们？想得太美啊！哎，不是，我们规则是这个样子吗？别人剩的可以吃啊，别人剩的肯定可以吃，那个还用说吗？王志和也行呀，啊，王志和也可以。太难了，真的。明天要街上当讨口子，只要能讨得到也不错。大家给记一下，明天总基金减100，然后负数加100，对，负数加100。明天就2885，然后看看，明天我目前还有钱，我目前还有钱。我看一下我现在还有多少钱，明天目前为止过了12点以后还有36块钱，还有36，嗯，
今天第一天，按道理那你应该是2900付。对啊，今天第一天啊，这搞还差三飞机，明天道歉。对对对，我把那个改一下。按道理来说，今天第一天应该是2900才对。我刚刚就想说这个问题，知道不？怎么给我整成那个？我把改回去啊，改回去2900是对的。然后每天减100就行了。这是一个月的资金。OK， 没有，他要减你20，那个21块钱不减。投食不算，就是每天的。你想吧，如果说一个大哥请我去吃啊1K 的，对吧？万一遇到这种好大哥请我吃1K 的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我操，那我不是你这个，我这你要把1K 的基金搞正，那要1000个办卡，那搞得正个屁，那根本就搞不正啊！大家卡吗？我这一卡不卡不卡，兄弟。1K 阿伟要20天，对呀，对呀，请你吃1K 的馒头，请我吃1K 的馒头也行，但是我吃不下呀，1K 的馒头，1K 的馒头1块钱一个都要吃，买1000个，都要买1000个，走吧。慢慢的逛回去了。阿伟可以搞个后面的旅行车，后面那个是小吃车，后面那个是小吃车，当天要吃完。不，你们瞎点。如果说你们瞎点，那肯定是吃不完的，对吧？比如说你们请我吃，你们动不动就给我整10个馒头、20个馒头，哪个吃得完嘛？那肯定是吃不完的呀。感谢喵姐。阿伟都进入山东了吗？没有，我小飞哥哥，我现在在那个河北石家庄这边，昨天才跟航兄见了面啊。那1K的馒头收了都要吃，那感谢喵姐。哎，加一块，感谢喵姐的同心卡，感谢喵姐。好起来了，加一块啊，在里面赔几十赚1块钱，1块也是爱。感谢喵姐的小画家。负63，我改一下，赶紧改一下，不要忘了。我操，一个办卡是加啊，一个办卡加1块，兄弟们不要整错了，不要想着只有减，还有加的。兄弟们，馒头和盒饭之类的要定个量吧，要不然吃不完浪费。对，就是你们不要瞎点啊，就是说请我吃可以，你可以请我吃那个什么王致和什么的都行，但是总结一句，不要浪费。感谢喵姐啊，感谢喵姐的小画家，大哥做主。但是我只是提醒啊，比如说你们要点什么吃的或者是什么的那个特色美食，不要，总之一句话，不要浪费。每天不超过20个馒头，一天吃20个馒头也难，那得看那个馒头，小馒头大馒头。如果说是小馒头，1天20个，估计差不多。如果说是那种特么大的那个馒头，巴掌大的那种馒头，老面馒头，20个啊，10个都老虎。感谢喵姐啊，我可以请阿伟吃冰淇淋吗？应该是不能的。如果说请的话，规则就乱了。天天哥，你可以请我，但是把基金可以63个办卡，刷个70个办卡，应该就可以吃冰淇淋的。到山东馒头比你脸大，我知道。办卡可以减，我早减了。不，墨西哥办卡只能加了，因为如果说什么都能减的话，那就根本就没有加的空间了。知道吧？我可以请阿伟吃冰淇淋。对，不是，请我吃冰淇淋没问题，就是要把基金搞正的，就跟今天下午一样。没文化真可怕，咋啦？就是要你死。想想好事，万一有大哥请你吃火锅呢？米其林餐厅是吧？谁办卡我鄙视谁。不，办卡的话就是还是要办的，兄弟们，办卡还是要办的。
你这不办卡的话，就是每天就等着那个100块钱到手就给我清了，到手就给我清了，我操！每天办卡一到，几个飞机，五个飞机都不要，四个飞机就能给我清了，那每天我就是饿肚子。基金不正不能吃饭，基金不正的话可以吃饭，就是说每天有一次机会，大哥请你吃啊，有那么一次机会，至于大哥请你吃什么那就不知道了啊。姨父立马请你吃馒头啊，可以啊，就是反正是吃的，得是美食啊，得是美食就可以，馒头也是属于美食的一种啊。本来这边的这个北方这边就是吃馒头吃面啊。大哥等着你付，抢着请你。对，大哥等，大哥呵呵，大哥把我搞富了，抢着请我吃啊。馒头加辣椒酱也是美食，是美食啊，没错啊，对的。每个大哥一个30天只有一次机会啊，是不是？是一个 ID 只有那么一次机会啊，一个 ID 有那么一次机会。哎呀，对前面有点黑啊。你可以选择接受不接受，那这个嘛大哥都安排了，这个好像他们今天说的没有不接受这个选项啊，那我应该选择接受谁啊？我应该选择接受谁的？就比如说同时两个人要给我点，那我应该接受哎这个的，还是应该接受那个的？我前几天贪便宜4块钱买了6个馒头，吃半个都吃不完那馒头老面馒头吗？阿伟看着挺猛，感觉吃自助还是赔钱货，吃不回来的。吃自助有几个人吃回来的，兄弟？啊，基本上都吃不回来，好吧？吃自助你还想吃回本？啊，不存在的。啊，不存在的，兄弟们。不得拒绝，我知道不拒。有人故意整你，让你吃恶心的，你也可以不接受。美食啊，我先说啊，是美食啊。那肯定是要能吃的美食啊，那不能整那种恶心的啊，恶心人的那种东西。说实话，那个多多少少沾点低俗啊。唉，懒妹妹可以回本，懒妹妹她也就吃面凶一点。啊，什么8块钱的自助面馆可以去吃啊，能回本。你让他去吃自助餐他也吃不回本。点的东西不能先说，你看 ID 选择接不接受啊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我就看 ID， 就说比如说 BB 哥说啊，或者是阿木西哥说，阿伟我要给你点东西，我说接受，好，他就点。就是说你们可以说点要给我点东西，我挑一个 ID 说接受啊，挑一个 ID 说接受啊，然后他就给我点啊，这样可以啊，点啥我就吃啥，这样就不乱了，就不乱套了。点外卖我有经验，不是点外卖，就是点，就是比如说哎，我找个餐厅或者是找个面馆啥的就进去点就行了。感谢烂尾啊，感谢烂尾。啊，或者是每天小杰去哪家吃，然后我就跟着进去，然后给你们看菜单。我觉得把 ID 限制一次可以限制我和航兄，其他大哥会玩的不限制，我们是互为宝要限制。哦，其他人可以不限制，随便整啊。非诚勿点是吧？啊，对，非诚勿点，差不多吧。啊，差不多。
要你们要搞清楚啊，我的基金还不是负的，我还有30多块钱，我的还有30多块钱，我明天是可以吃的，我还可以吃个早餐，早餐吃了36块钱可以吃个早餐，可以吃个午餐。啊，这36块钱如果说我有那个每有那个灶的话，我还可以去买10块钱的肉，还吃的贼好。批好我不是，冉妹妹不是护卫宝，冉妹妹还是多多少少会整点节目效果啊。过了12点，赶紧把剩下的花了。什么花了？我现在，小飞哥哥，你可能今天下午没有看，今天下午他们把我撑的真的是不行，又去给华莱士老板上了一课。我现在真的是吃也吃不动，我现在肚子好撑，然后我说出来逛一下，啊，吃不动啊！我在华莱士下午吃了3个小时，啊，硬撑撑了3个小时。70块钱的东西把我撑的真的是要命啊！他们饿不死我就撑死我。今天下午吃了2个汉堡，一个鸡肉卷，吃了1桶鸡腿，还吃了1碗面。哦，那碗面北方的面你们懂得都懂。还吃了一个驴肉夹馍，还喝了几瓶水。啊。一个火箭接华莱士全家桶，一个火箭是可以接华莱士全家桶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驴肉火烧，对，吃的驴肉火烧，啊，吃的我现在都一点饿，我现在是真的不饿，啊。啊，水是可以随便喝的，因为天气太炎热，不喝水的话，人一旦脱了水就拉了，所以说水是可以喝的。欢迎兄弟们，欢迎大家。华莱士还有全家桶的？有啊，有。我今天那个是全家桶的爸爸，比全家桶还多。啊，19.9的鸡能让你吃吐，差不多。啊，今天 BB 哥就巴不得想让谁死一样，我操，疯狂的那提示啊，29.9的都比你的多，29.9还能点3套，啊，他就巴不得谁想死，想把谁整死一样，都是疯狂提示，啊，某音直接有套餐，啊，某音的套餐直接下单就完事了。你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你为什么要请我吃面，皮皮哥？啊，你为什么要请我吃面？我今天买了没吃完，你都没吃完，那你还让我吃3份？感谢 MC 哥的魔力券。感谢 MC 哥。我那时候护卫宝上身了，那你太是护卫宝上身了，啊，老子挖他了。你还好是往老子挖他了，啊！你要是老子不挖他，估计你还能给我点。啊，其实你点面的时候，我就想吃一碗就够了的，啊，你还整2碗，啊，还整个馍。没有全家桶啊，你们说的是赤桶。反正就是反正好大配在一起的，它也可以算得上是全家桶吧。哎，我也说不好啊，说不好，反正就是类似于全家桶那种啊，类似于那种，它的名字肯定不叫全家桶啊。我还怕你不够吃，哎呀，我还不够吃，我吃的现在打饱嗝都是那个味道。而且吃了这会儿菊花多多少少有点反应，有点痛啊，我也不知道那个为什么是吃了会有这种反应
按道理来说应该跟菊花没关系的。啊，感谢墨西哥的魔力券。阿伟要不要吃夜宵？我请。不是请不请的问题，兄弟，现在不是请不请的问题，是我的基金得搞正，不能请，啊，不能请。如果说，哎，你想我的基金搞负了，这个水友请我吃点，那个水友请我吃点，那这个就没有意义了，知道吧？这个就没得意义了。今天已经请过了，对，每天只能请一次。如果说我的基金是负的情况下，每天只能请一次；如果说我的基金是正的，还不能请。啊，还连请客的资格都没得。啊，感谢啊，感谢就位亲哥。我鱼翅谁？作为一个主播，听过最假的话就是我不为鱼翅直播，啊，我为梦想直播。我作为一个主播，我都想笑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实在一点不好吗？做主播他妈的个八字就是为了鱼翅来的，啊，真实一点不好吗？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不为鱼翅。等阿伟明天付了再请，明天付了可以请啊，明天付了可以请，每天自动清零，不是自动清零，就是说我每天的基金有100块钱，30天，你看我的基金现在就是2900嘛，今天第一天嘛，今天有100块钱，100块钱已经付了，哦，今天的是已经付了，然后还付了63，相当于今天给我减了100多。然后明天的100块钱拿来减今天付的，就相当于还有37块钱，明天还有37块钱，过了12点，37块钱如果说给我减掉的话，一个飞机减15块，给我减掉了的话，完了我就变负了，我一变负了你就可以请我了，我如果说没有负的话，啊，我就，哎呀，感谢墨西哥的飞机，看吧，我估计又是减。正负都累积，每天100，保底大哥可以请吃一次饭。对，是姐吗？负78，现在负78。感谢墨西哥的飞机啊！我赶紧把它改了，我操，负78了，我的妈呀！78，我怕是要关播了，兄弟们。我怕是要关播了呀，我再这样开播下去，我这还没过12点，我的基金都没了，我第二天的基金都没了，还搞个屁呀。负了78了。感谢啊，感谢墨西哥。那你不如写今日100，我写的是今日100啊，但是今日是负的呀，现在是负了。我就不要写总基金了吧？要写总基金吗？总基金感觉没有意义了呀。反正每天就是100就完事了，感觉好像写这个总基金好像意义确实是不大。明天已经付，什么明天？明天拿100来减，明天100减78，还有22。明天的基金是正的啊，明天的基金是正的，过了12点以后我的基金是正的，不是负的。看他5块钱，5块钱好办呀，5块钱好办的，啊，你确定？最起码目前是正的吗？啊，最起码目前是正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大哥要减的话，那也没办法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再来个飞机就剩7块了，对，
再来个飞机就剩七块钱了。我操，那个弟弟，这个洒水车。小杰都睡觉去了。明天早上起来可以在这儿，如果说有基金的情况下，可以在这儿吃个板面，六块钱一碗，六块。啊，板面，这边的板面还可以。矿泉水不限制，矿泉水可以喝，什么一块钱的？你既然一块钱的都矿泉水不限制，那我多买几瓶是一样的。我直接买那种大瓶的不香吗？弟弟哥，六元钱吃面，嗨呀，表哥，你是不是觉得啊？你是不是觉得很便宜？六块钱不仅吃面，还加鸡蛋，啊，农夫山泉都不行。不可能，明天中午起来绝壁清理。啥？河去河北吃火，去驴肉火烧了吗？吃了，今天中午就吃的驴肉火烧。小飞哥，今天中午吃的就是驴肉火烧。啊，哎，今天中午吃的。我得拿水。一瓶水。对，面六块钱，人家还加鸡蛋呢。什么泡面是五块一桶？不是，我就是他们在问我今天吃的那个板面。哦哦。哎呦，你要买泡面？哦，不买泡面。我十二一碗的面都算便宜了，这那只是说你的便宜了，这边还有更便宜的啊。感谢阿墨西哥的飞哥，感谢阿墨西哥的飞哥。阿墨西哥加十三吧。表哥，你那面我能吃五碗，五碗吹牛皮的。小飞哥哥，哎，小飞哥哥，你在成都吗？你在没在成都？在这边，我跟你一会这边有活动的地儿。哎，M 星哥刷了的，直接剪就完事了。那个板面确实没啥东西，所以便宜。哦，没有在成都，等你啥时候回成都嘞？来表个店里面吃。啊，啥都有，凉菜、卤菜，各种都有。啊，等你啥时候回成都啊？负九十三是吧？我操，这一百块钱不就没了吗？我的妈呀，这！又来两个钻戒，好的。两个钻戒六块，我操，六块负九十九块啊！负九十九块，我操，还剩一块钱，完了，明天阿伟还真只能吃板面，不，我现在明天板面都吃不了，只有一块钱可以消费，我明天只有一块钱可以消费，欢迎天天哥，一块钱，明早要碗面汤喝。面汤差不多，面汤感觉待会儿那个都喝不成，一块钱的面汤都不会给你喝。啊，喝水不会死，夏天就多喝水啊，多喝水。不，万一哪个好哥哥，对吧，给我甩几张办卡，哎，明天甩五张办卡，我就吃，可以吃个六块钱的板面。只要不饿就行。啊，
市议员二位就不消费了，等着大哥安排。嗯，基金是镇的，大哥不能安排啊。基金是镇的，大哥不能安排啊。完了，小姐在睡觉。在里面在睡觉，我操你个这些！我在这儿坐着，在这儿坐着直播。这个就这样到12点。小金睡了呀，睡了。开房前怎么没一没？开房前是小金开的，又不是我开的。开房前是小金算的，蹭的小金的。欢迎小金哥。这样到12点，怕是早点睡哦。我知道，我意思就议员的肯定要付，被安排，万一。所以说我咱再出去逛一逛，这街上没什么可逛的了，这街上没外面人都没有了。哎，你们现在给我搞富，明天给我搞富有啥区别吗？不是一样的吗？反正也吃不了东西了。阿聪偷大哥是吧？3个0。小飞哥哥，下次去成都确实可以去啊！板面1块钱，1块钱在这边能买矿泉水，这边的矿泉水很多都是1块钱一个。哎，1块钱可以买矿泉水，兄弟们。他们这边不是康师傅矿泉水，反正是那种1块钱一瓶的，也不是冰冻，啊，也不是冰冻，反正就是1块钱一瓶的矿泉水。BB 哥，你就说1块钱一瓶的矿泉水，你可以无限买，跟这个有啥区别？它没有区别。知道吧？我本来想买那种大瓶的，那种1.5升的那种，那种的话要节约一点。那种就是买一瓶，相当于顶2瓶、2瓶、3瓶。哎，就是铺盖面，表哥，就是四川的铺盖面。知道吧？就是四川的那种铺盖面，一样一样的。但是他们这边的面跟四川的面的话，那个口感是不一样。他们这边的面更有嚼劲。我这几天买了好多矿泉水，6.9元12瓶，矿泉水不贵啊，手扯的那种。不是，你没有吃过铺盖面吗？就是拉成长条的那种。啊，就是那种。哎，我今天去买了这个，好久没整这个烟了。我操，这个烟，我记得还是那会儿我上班的时候整的。这个烟还可以啊，这小快乐。铺盖面就是手扯的，他那个不知道是擀面杖擀出来的，还是机器弄出来的，还是就是手扯的。不知道，
但是味道的话，怎么说呢？就是除了面啥的，就有一个蛋，有一个卤蛋，面加一个卤蛋，就那个样子，6块钱，6块钱一份，真的是实惠。啊，阿伟，逗比哥说能饱，开水不能买矿泉水，矿泉水可以喝。这个天气你不让人喝水，你不让人吃饭就算了，再不让人喝水，兄弟们。扛不住，真的扛不住啊！明天问高温36度，我日，早着做个屁！啊，我还说的明天去买鱼竿，我操，这个鱼竿看着也买不成的，鱼竿也买不成的，鱼竿都得用基金去买。不是，我是说有一元的。不给买农夫山泉高档矿泉水，农夫山泉高档矿泉水吗？农夫山泉它高档个屁！我宁愿喝那个1块钱一瓶的，甚至如果说有那种矿泉水，我都宁愿喝矿那种饭店里面不要钱的那种矿泉水。但是这边饭店里面没有那种矿泉水，就是你去吃饭，他们都卖这种1块钱一瓶的矿泉水，都不会给你那种免费的矿泉水。知道吧，表哥，明天店里可以搞点冰豆浆，卖4块钱一杯。冰豆浆，冰豆浆确定喝了不能穿稀，不会穿稀吗？表哥，你是不是现在已经飘到这种程度了？你跟我一起直播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喝自来水呢？河水煮饭你都喝不了，你在这儿疯狂口嗨是吧？绿豆沙会做吗？永和豆浆的冰豆浆那么出名，不懂。酒店有没有免费的矿泉水？这个酒店没有，几十，这个酒店几十块钱，百十块钱一间，没有这种，没有这种，啊，没有，不提供免费的矿泉水，没得，没得啊！哎，明天又是高温，我操，明天咋过呀？明天30几度，明天30几度。如果说走得早的话，明天早上8点钟就走。为了不中暑，喝水随意，不让喝水真要中，真的要那个中暑。可乐饮料我知道，只喝矿泉水，我也不喝可乐。可乐那玩意儿喝多了对身体不好。最近北方高温天，对，明天还有一天高温，后天的会好一点，后天要好一点。功能饮料不行，矿泉水不行吧？矿泉水随便喝啊，矿泉水随便喝。喝这个矿泉水的时候，最好里面投点盐啊，投点盐，人不吃盐都没力。把盐水投到里，把盐巴投到水里面就是盐水了。明天找块凉快的地方钓鱼，钓啥鱼啊？鱼竿都没有。你看我这基金都还没有过12点，都只有1块钱的，还卖鱼竿，买啥呀买？除非每天明天哪个大哥给我刷个飞机，让我去买鱼竿，那可以。啊，那个就可以。有基金啥都好说，没基金啥都不是，啊，啥都不是。哎，
可以去砍一个竹子竿，或者是不要竿竿，只要鱼线也能钓。鱼线、鱼钩、挖蚯蚓也能钓。直播工具可以花钱吧？直播工具，这个，按道理来说应该算是直播工具。小快乐不算啊，小快乐不算。小快乐我都是照着最便宜的买的。这个以前卖8块，这个烟这个烟最早应该是卖5块，现在卖8块了，都涨价了。中午太热的时候就去搞鱼，搞的鱼出上来加工，搞的鱼上来加工啊，烤着吃。明天想办法看看，能不能就是凑个5块钱去买圈线，去买一圈线，然后去挖点找点蚯蚓，或者是买一包那个饵料。你们那11，这边还好8块。白沙米以前的时候好抽了，错。烟还是那个小快乐，还是那个小快乐，只是人的口味变了，啊，烟还是小快乐，还是那种小快乐。白沙不好抽，一股臭味儿，好抽，好整。小飞哥，你这个肯定你没抽习惯。直播间有广西、广东的吗？广东的多得去了。再说了，鱼竿你有不带，这时候又要买。表哥那个鱼竿不是不带，他那个鱼竿太贵了，没法带，大概搞坏了。搞坏了一根都是100多，我去买的话，我就买那个10块钱一根的那种企业级杆杆。啊，阿伟戒烟，他戒塔吊都不会戒烟。小快乐不好戒，要如果说要强行戒的话，还是能戒，啊，但是小快乐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了，再戒了的话，真的，男人的快乐一点都没有了。买条椰树2块钱一包那些，妈哪里去找椰树？还有2块钱一包的，没有吧？哪里去找？我一个月差不多要买10条，我你干啥呀？一个月买10条，你是送礼吗？你是送礼吗，小哥哥？别说2元5元的都没了，5块钱的天下秀，5块钱的好像有天下秀，还有红梅。啊，之前不是表哥就买的红梅吗？然后12345678。不是说他吧，啊，我们抽的是情怀，我们抽的是情怀啊。烟这个东西，小快乐这个东西，冒烟烟就行了，你就整100块钱一包的，它一样冒，还是冒烟烟，冒了就没了。自己每天差不多3包，还要散嘞！我的妈呀，你这一看，啊，绝壁就是生意做的比较大，啊，或者是生意比较好。生意不好的话，都不带这个，啊，烟也不会出去的那么快啊。建议抽高总这种水烟，充电就给那个叫电子。电子烟，你以为高总那个电子烟便宜啊？我操，那个烟斗都是几10块钱一颗，啊，他那个烟斗都可以，我都可以买好几包了。对，那个烟弹更贵，我操，而且烟杆也贵啊，他的一套下来要几百块，你以为便宜哦？啊，高总是上流人士。而且你整那个烟弹抽多了，你越抽越想抽这个，知道吧？而且还会把你的这个瘾越整越大。他说的买成399还是多少钱？
不知道他的，我也不整那玩意儿。你们觉得高总抽的就很便宜是吧？便宜的高总不整，实在不行买点烟是自己赚。哎，这个真可以，这个真可以，妖华岂是你能比得了的？对，比不了啊，比不了，确实是比不了。欢迎兄弟们，欢迎大家。没有教育的烟不如不抽，对，电子烟就是没有教育啊，有啥教育吗？那个就是抽的真气啊，抽的真气啊。以其的又热又恼火，卷烟丝的时候散了湿了，你不得爆炸？那不至于啊。对烟民来说，只要过程不重要，最后能整上两口，那就是最舒服的啊。 BB 哥一看就是应该是不整小快乐的啊。BB 哥一看就是不整小快乐的，尼古丁都没有。你以为高贵人是普通老百姓消费，人家那是上流人士，对，上流人士，批钱没有还要整好的。那你就搞烟丝，一天也就能整三五根烟丝。我操，烟丝10块钱你能买一大坨。那个烟丝也没有焦油，没有焦油，没有尼古丁，原味儿啊，原味儿的。欢迎兄弟们，欢迎大家。省钱就不抽就完事了，不抽难受啊，不整的时候难受啊，想事情的时候要整一根，高兴的时候要整一根啊，烦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又要整一根，就是过去过来都要整一根。十多年前我进厂打螺丝的时候，两三天烟头就能装满1.8宝粥罐子呀。那你这个真的有点大，兄弟们，你这个瘾多多少少有点大。我一天的话应该就是一包的样子。我见过抽烟的人为了戒烟不点火就洗一下烟的味道就满足了，这种更好。那不是每个人都能戒得了的。真正的烟民他一年光整小快乐他都要整好多钱啊，都要挣好多钱。我爸也是，我爸那个瘾更大，都是几条几条的埋在家里面，但是倒是不贵啊，一条就是10块钱、一条几条，随时都是几条几条的买。我朋友在抽，合抽21包的，一个月花销差不多。整来整去还是觉得抽纸烟巴适啊。哎，说什么吃瓜子啊，戒糖啊，吃糖戒啊，那些都是扯淡的。你但凡看见别人点一根，我操，心里面就跟闷抓一样啊，就跟闷抓一样。喝水戒烟，哎，表哥你这个点了你还不睡觉吗？有句话说得好，抽烟的有烟钱，不抽烟的也没见那个钱，好像也对。就是他不整小快乐，他可能会把这个钱花到别处，哎，比如说去2988，比如说去喝酒，对吧？但是你们始终记得，就是男人的快乐多多少少会有啊，多有少有，多少会有啊，
你不能像 BB 哥一样啊，又不抽烟，这个又不打牌，这个又不喝酒，那他唯一的快乐是什么？就是2988了，啊，就是2988。2988伤身体啊，比烟比抽小快乐还伤身体。我第一件买烟一箱一小块，人家这种才叫聪明人 ，TC 哥，你想，对吧？你买一包也是买，你买一条你还是买，你直接买一件50条，他还是买。50条算下来的话，他还省好多钱。这是在科普啥？没有科普啥，吹牛皮。有一些人抽烟买几十种来抽，很正常，那都很正常。我就吃点儿，喝嫖赌不沾。那沾不沾你自己心里面没数吗？你自己心里面没数吗 ，BB 哥？啥时候改成吹牛皮？我们是全能主播，我信，我太信了 ，BB 哥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你跟我说你就吃点啊，我是不信。我就抽烟，一天一包，酒，零食都不碰的。哇，你这个又是烟又是酒，你还碰零食，啥家庭啊？听这个，啊，BB 哥，你不会没有听说过，就是有一种男人，虽然说他那方面不行，但是。嘴上功夫好的话，哎，那个比那个东西还刺激的哦，啊，欢迎三百哥，哎，三百哥，我们还在河北，还在河北，在这个河北的锦州，啊，锦州，啊，晋州，走了差不多60公里今天。晋州，离石家庄可能有个60公里的样子，啊，有个60公里的样子。欢迎兄弟们，欢迎大家。BB 哥，我都还没有说，你自己就承认了，啊，越短，就是说。哎，我们那时候我如果说能把那个图片找出来的话，我就把那个图片找出来。那个图片大概展示的是一个小男孩，他很胖，就是他是裸的。比如说这是一个小男孩，他很胖，啊，他肚皮又很大，然后中间呢，啊，懂的都懂，啊，直接缩进去了的那种。然后配的文案就是。现在的生意真的是越来越难做，啊，别人觉得你生意好做，啊，但是只有自己知道，啊，生意确实是好，但是呢，利润永远都是中间那么一点点，啊，利润都是永远都是中间那么一点点，啊，有一些人不能离开烟，有一些人不能离开酒，就当水喝这种还有救吗？有救，啊，有救，下辈子注意一点就行了，啊，小的你见过像花生米那么大？不至于吧？不至于吧？花生米那么大过分了呀？不是，关键是你朋友花生米那么大就算了，他还能拿出来秀吗？长期抽烟的突然戒烟容易出问题，整不好会大病一场。咋了？你戒过？你又懂了，表哥，你又懂了。啊，花生带壳的那种啊，
关键花生带壳的这种也就这么大呀，啊，花生带壳的最大也就这么大呀，那还能大到哪里去？你如果说真正的戒，前几天是很难的。其实我在新疆尝试过，那会儿买都买不到，我只因为70块钱一包的，70块钱一包的软滑子都要买来吃。上回认识的姐姐，那我来说他吃不了了。咋吧？花生带壳有这么大？花生带壳有这么大？那你那个是两种花生呀，两种花生才有那么大呀。有个朋友通常说你住什么环境啊，怎么还有人走楼梯？没有啊，我住的是这个啊，我上面刚刚有人来，我就在楼梯间，因为小杰他在房间睡觉了，我去房间直播的话肯定会影响他睡觉，所以说我就在楼梯这儿直播一会儿，直播一会儿我待会儿也去睡觉了，明天要早起。我去房间直播，肯定待会儿妈卖批，他肯定不好意思直接说我，但是他心里面肯定是妈卖批，老子刚刚睡着，你他妈在这儿逼逼赖赖。早起听过，听过就算了。没有，就是我现在跟小杰一起，小杰的意思就是说每天我们早上8点钟起床，八点钟7点钟起床，8点钟出发，然后中午太热的时候就休息一会儿，然后休息几个小时，睡会中午觉啥的，然后再走，就是早上走早一点，没那么热。明天是休息，我不知道小杰说明天太热了，他怕他着不住，然后说看看是不是要不要休息一天。我给个建议，你们醒了就开播，对着房间拍你监督你也行，别关播太久，肯定有吃盒饭的节奏。要得，我。我这个绝不偷吃，如果说你们怀疑我偷吃了，那你们就开我的盘啊，如果说你们怀疑我偷吃了，你们就开我的盘，我如果真的是偷吃了，对吧，那开盘的话我肯定是吃不下的。我要不要报备一下，就是睡觉都对着我，就都把直播开启，现在流行关播吃外卖啊，别人我不知道，我不一定知道，啊，那外卖也不便宜啊。睡觉就不播了，但最好关播时间短一点。好的。我没有那种偷吃的习惯，我即便是要吃，我也是光明正大的吃，为什么要去偷吃嘛？对不对？好的，然后16个小时起。毕竟现在基金挑战，是的 ，BB 哥，你说的这个是没错的，啊，是没错的。吃饭只需要30秒，你说的好像表哥，你这个说的好像我们在万丰湖做生存的时候，你好像偷吃过一样，啊。偷吃的香啊，我不会去干这种事儿，知道吧，我不会去干这种事儿，我又不傻。对呀，BB哥，我又不傻啊，对吧，怎么个规则？哎，三五幺哥，一个办卡加1块钱，我现在是负90块钱，
啊，我现在是负90多块钱，意思我每天有100块钱的基金，啊，就是我现在负90多，过了12点，我要用我的100基金减掉99，我相当于明天的基金只有1块钱，只有1块钱。一个办卡可以加1块，我可以用这个基金拿去干什么？吃喝拉撒都可以。如果说没有的话，如果说没有，怎么会负99？一个飞机负15，一个钻粉负20，就是这么负的99。啊，就是这么负的99。如果说我的基金是负的情况下，啊。大哥每天可以请我吃一次特色美食，啊，一个大哥限定一次，但是吃什么特色美食就是大哥说了算。感觉这个预算粉没准能解锁自定义表情权限，那个要多续点钻粉才行，啊，要多续钻粉才行。就是飞机它可以加可以减，办卡是指定加。今天骑的多远？60公里左右，啊，相当于就是骑行生存，基金制的生存，付的时候才行。啊，对，要付的时候，什么什么先到先得 ，BB 哥，我们的规则已经讲好了。比如说，啊 ，BB 哥，你说要请我吃饭，啊，别人也要说请我吃饭，我就可以再选择一个，但是不说请我吃什么。我就按照这个弹幕选择，啊，我如果说选择那 BB 哥就你吧，那你才有资格请，我没有点到你还不能请，啊，我可以挑选一下，知道吧？不是先到是先得，但是这样更有意思一点，相当于开盲盒一样，我操，啊，相当于开盲盒一样。今天骑了差不多60，啊，因为下午那会儿太热了，在肯德基里面，在那个华莱士里面吃那个华莱士，开盘吃华莱士都吃了3个小时，开盘吃华莱士都吃了3个小时，哇，吃的我现在都还撑得很，啊，吃的我现在都还撑得很，欢迎兄弟们。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把那些东西全部吃下去了，可能就是鱼翅的力量吧。整得我那会儿骑车的时候都差点整吐了。白天。播起来，别让大家再苦苦等你开播。不，前两天不定，我只要出来了，基本上直播它都还是稳定的、固定的，醒了就直播，关播就是睡觉，基本上就是这种。但是我可能如果说有啥事儿的话，或者回家的话，可能会播的稍微晚一点。为什么会播的晚一点？就是相当于休息一下。相当于休息一下，因为长时间直播，一个人的这个脑子啊，它是有限的。每天起来就直播，关播就睡觉，持续的时间长了，脑子感觉会不够用。啊，脑子感觉会不够用，知道吧？做梦吧，指望你未来全部这样播，那是我想屁吃。好的 BB 哥，知道了。他等一下肯定又去滑手机到了。
半夜2点多差不多才睡觉。哎，这个实话，天天哥，你跟我在那么一起，你也知道，就是每天晚上，我不是关了直播就马上能睡得着，我也睡不着，知道吧？关了直播，我会躺在床上，就是玩会儿手机，就是可能刷刷视频呀、啊，回回消息啊，啊，然后才会睡觉。我说就是这段时间努力开播，大家每天都要监督你。OK， 还滑手机做死了？没有，他天天哥只能滑手机，就是刷视频。啊，欢迎光辉哥。哎，不是，就是跟天天哥在一起的那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是相当于旅游直播，没有那么累。我骑行的话我也会滑，但是滑一会儿滑着滑着就睡着了，咋吧？滑视频的话还是能学到一些东西啊，提升自己啊，提升自己还是能改变一下的。欢迎兄弟们，欢迎大家。不行就睡了吧，兄弟们。手机还不关掉，声音在那儿播，也不吵，服你了，服了你。不是啊，天天哥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就是滑着滑着就是，我就是睡觉，我有那种习惯，就是说，我喜欢听着别人说话，我把手机特意就是放在那儿，特意放在那儿，知道吧？然后入睡，表哥也有这种习惯，啊，或者是听着别人说着小说或者是干嘛的，然后就睡了，就是看着手机。睡得着吗？睡得着啊，睡得着。男的声音响，所以说甜甜哥啊，就是说你可能喜欢是小凯凯，我喜欢的就是男的，我喜欢听着男的声音入睡，知道吧？那以后住宿每晚喊个小姐姐在你旁边说话，不，我听声音我都是听男的，我不会听女的。啊，我不会听女的，我只会听男的。天天哥他知道，每天晚上我基本上放声音都是放男的声音，我不会放小姐姐的声音。而且我看那些主播，我都是看的男主播，我不会看女主播。这个是没有说谎吧，天天哥？妈，女主播狗都不看。啊，女主播狗都不看，我看女主播干嘛呀？我又不是那种好色之人啊，像天天那种就是只看小改改啊。天天哥那种就是只看小改改，我那种就只看男的。因为我觉得在小姐姐身上学不到东西啊，而且全是那种负能量的。全是那种负能量，除非你看那种头部的主播，多多少少可以学到点儿。睡吧，让你去滑手机，滑哥哥。不，最近没怎么滑，坚持到十二点也不是不行，就十几分钟了，可以啊。不是坚持到十二点，你给我加点嘛，比比哥。你要给我加点鸡精、啊、哎，其实不用加，我先把我的鸡精直接搞成1块钱啊，不用付了，挣的1块钱啊，1块钱。他
要扣你挣一块，一块钱怎么扣？刷飞机最扣的话，最少要刷飞机或者是钻戒。钻戒在哪儿 ？B B 哥，钻戒是抽出来的。钻戒是抽出来的，20块钱一个。你要抽那个魔力卷儿，抽魔力卷儿抽出来的，你不能直接刷。啊，你不刷钻戒那个钱，你还不给我整，幸福卷也能抽出来，对，幸福卷也可以抽出来。但是你抽好了你能抽出来，抽不好你100块钱你都抽不出来，你还不如刷个飞机。恭喜祖传手艺升到13级啊！明年估计你得卖房。为什么我得卖房？我为什么要卖房？你这话说的啊！欢乐的6块钱一元行不行？那太行了，那太行了，比比哥。欢乐豆6块钱减一元，我操，那太行了。不是兄弟，你说我，你估计我明年要卖房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你怎么推算出来我明年要卖房的？我很好奇。你就是你巴黎不得我，就是住桥洞你就安逸了，巴不见不得我好。嗯，要不要等到12点了，就现在吧，我直接给你改成0块。6块钱我的掐。认为我会亏。去年确实是亏，但是今年有一说一没有亏。啊，该说不说。我不会像别的主播，妈的我天天挣着钱我他妈还说亏。啊，去年跟表哥在一起确实是亏，但是今年的话，相比去年会好一点，啊，会好一点，就是说可能赚的不多，但是还最起码是赚钱的，啊，但是这点钱远远不够，还需努力啊，还需努力，可能会让你失望，兄弟，啊，可能会让你失望。好吧，你还是关心一下自己吧。赚的比塔吊多一点 ？No！天天哥，你知道塔吊一个月，塔吊我这次回去塔吊给我看一下他的微信有多少钱吧，3个多 W， 3个多 W。我在你们，我今天不是给你们看我的借本吗？我借本给我关了。我的借本给我关了，我操！我人都傻了，我就逾期了，可能有个3天吧，逾期了有个3天，我操，都给我关了，用不了了，我还有3个 W 的额度，哪有早知道，搞之前都认为赚可以赚。我的妈呀，看吧，借不出来了。说我这年玩意儿暂不符合借款条件，或者因为保持良好的信用，过段时间，这个一般过多久啊？这个一般要过多久才能借出来？我不知道啊。我不知道，但是我逾期了，没找公司预支点，我操你个弟弟，预支哪有那么好预支啊？没有那么好预支的。至少半年，我操！那难，难难难难难。
一两个月，那到底是半年还是一两个月？阿伟，你不是姐，你们记住一句话，兄弟们，啊，记住一句话，没有一个人会亏钱干直播，就是亏钱的话，他可能会亏，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是亏钱，知道吧？如果说，为什么很多主播说亏钱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直播上赚了钱，他把这个钱拿去干别的事情了。哎，到最后也来说亏钱，那他妈的没有那基本上90%的人都会亏钱，这样说的话，对不对？那谁不亏吗？谁都亏。你这样说的话，我也亏。我赚的钱我都往家里拿，养儿子，养爸妈，养媳妇儿。那你不出来挣钱，那你不花这些钱的吗？你还得花这些钱，对吧？啊，比如说买房，妈的动不动那个都是不动产，你还是说还亏。我只是打个比方，没有说谁的意思啊。所以说每个人的认知他不同，是吧？就是说这种人他不容易满足，他不容易满足啊。养车养情人，别人我不管啊。我管别人干嘛？我过好自己的，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干，那我就干啊！哎，不讨论别人的，别人亏钱也好，赚钱也好，赚的钱我也用不了，亏的钱我也不会帮他贴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带货直播天天说放福利亏钱？天嘛，带货那个就是某音的那种带货，主播永远不会亏钱。知道不？啊，什么？啊，原价多少多少的？我说你们今天多少多少？啊，可能大家还觉得便宜了，哎，甚至原价多少，我主播再贴多少，啊，给你们。我操，真的有那么便宜？他妈的，你去那儿进货，你进到哪的外面去卖，你都能挣钱，你还卖给直播间亏钱？这都是营销手段，兄弟们，都是营销手段。买回去你都知道上了憨批单。不过该说不说，那些大主播他确实体量大，人家就是薄利多销，哪怕一件赚一块钱，人家一场带货带下来都卖个几十万单，那都是能赚几万块钱，知道吧？一单就赚这么一块钱，但是人家体量大呀。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买他的9.9%，怕他亏，我就不买了。